哦，我看过，哦，这个真的，是他那个，哦，那个，对，那个，这个，我觉得你在上面吗？让音乐开始，感觉就是情魔乱舞，不停，不要不理我。你能不能有点包袱？我可以溜达溜达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烟花仙女棒要吗？仙女棒，你不是喜欢放烟花？春晒我不放，往哪儿放呀？难道那么大风？我又没点着呢，把我手点着了，头发点着了，那个烟花都点不着。手点。哦，我可喜欢这个小超市，啊、这种小超市我也很喜欢这种。我遇到这种跨界跨界狂拍，太好看了。嘿嘿，爷爷拜拜，奶奶拜拜。老板，这没有老板，就是你就自己去把它拿出来写，写完自己放进去就好了。天哪，这么好玩！哇塞，这个真的很可以啊。我来了，这是电视剧吗？甜蜜家园。哎，赶紧给你看一眼男主，大家看一眼男主，就是这个男主吧？啊、哦，你看，宋江，就很像、哦，但是他更帅。快快快，这里可像你，你看，哇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像。去演《甜蜜家园》中国版吧。可能就是我表哥演的，但确实他长得真的更帅一些，我有自知之明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也不赖。其实内心心里面开心开心的样子，开心哦。我今天出去的时候，我走到那儿就有小孩子冲着我叫王一博，王一博。哦，王一博。不是，我不是王一博。是。王一博长太帅了。然后啊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我就开心死了。但是我还是说，啊，肯定是没有王一博长得帅的。没有。我下线了。就先去风洞石，哇，这个就是吗？那个风洞石，你要不要来拍一张？好啊。我这对焦怎么对焦不上了呀？奇了怪，我们先往前走吧。好。这个对焦咋突然对不上了呢？没关系，拍照是次要的。你看，我们乐老师要翻车了。我还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。你充气也不行吗？对呀、啊，可以啊，很近的话好像是可以的。嗯，去，太尴尬了。没事，幸亏你这个不是什么长枪大炮，是专业人士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吗？给你们听一下，我平时会听什么东西？这是你入睡之前吗？就冥想，感觉马上就是第多少套中广播体操？聊音乐是。现在进入冥想时间。不是深夜电台。请跟着我的节奏，慢慢进入冥想训练。你可以完全信任我。我会带你走进一个新的世界。现在，请你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，躺下。躺下，或者坐下，都可以。然后，
慢慢闭上你的眼睛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感觉像催眠呢。想象你现在正在一片汪洋大海，一望无际的海，摸也摸不着边。跟着我的节奏，吸气，吐气。吸不动了，你要吐气了。到现在我都没有可以准确的告诉身边的朋友分手的原因。故事是这样子的，非常精彩，我可以给你稍微讲一下。好，我已经准备听了。是那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一个同班同学家里面玩，然后我当时呢跟那个男孩子坐在沙发上，然后他站在那个斜角，他只是就这样晃着身子在那里玩。我刚想起身，他那个手砰甩过来，直接打到我的脸。关键是他200斤，给了个巴掌。我当时整个人懵了。我在第二秒的时候，哇，我大声哭出来了。然后我跟我前男友说，他打我，他刚打我。你知道他给我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等一下，你干嘛打他？没了。就是内心感觉有一个反差，是会有一个对比，我会觉得我在你心里是不重要吗？然后回去路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跟你的那些其他的女性朋友有什么区别？我只多了一个女朋友的称号嘛。他那天哑口无言，所以后来就分开了。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把这个纸先拿出来呀、啊？先把花处理了吧。行，对于我来讲好难呀、啊。已经摘完了是吗？这个怎么摘的那么的？可以啊，蛮好的。你又开始质疑自己。Stop！ 真难看。蛮好的。行行行，我说这揪的不好。做什么事儿不用说要追求的好不好？我揪的就是最好看的。对呀、啊，坚信我揪的就是最好看的。对，他都能被我做了，就是他的荣幸。对。嗯 ，OK。然后向日葵放在中间，然后你先开始选吧。先摆这个吧。继续，然后红色，这个放在哪儿？放在这里。对，给它绑起来就行了。好，完美。这个那个啥。哎呦我的天，什么？好，你也是。挺好看。没关系，它是它最后的归宿是回到那个花瓶里面。